七点啊，你从现在开始一定要用那本书去用神的话语祷告，然后你灵魂的洗净，好不好？那好好的做礼拜，敬畏神，把这献给主，来报答主恩典，好吗？一点开始，听懂了吗？再不要走到原地了，好吗？要向主虔诚，好吗？好，八点，抑郁症得医治，荣耀归耶稣，阿门。好，不错了，好了，给我。有一两年上上下下。嗯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幻听和幻觉有，现在还有没有？现在没有。没有了，哈利路亚！他幻听幻觉都有，就是抑郁症，所以现在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我释放恩膏，听他老吹气说的，就我问他是不是像炸弹爆炸了在里面，他砰往炸了，对，就是这感觉。他们所有的感觉就像，你们知道美军发明一种炸弹叫做极速炸弹。炸弹网有几千辆的坦克部队，就是被他的技术炸弹，他的指挥炸弹丢一颗下去以后，他分散无数个，他自动导航寻找那个坦克，到坦克上面就砰，把这个坦克就报废了，就像大废铁一样。所以这个恩膏进去也是，一进去进来，你老吹气、老修、老气、老主持人，砰，一砸在邪灵在里面受不了，砰砰都炸出去了，他就好了。其实这两天已经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同台，你感受这个同台吗？阿门。气功，我以前被那个灵从那个灵里面释放出来过，所以我知道那个东西都是真的，就是讲的那个，知道我讲的是对的，是吗？好，感谢，对，你是有福的，阿门。第二啊，好好的祷告，信神，再不要犯罪了啊，不要跟魔鬼有地步，阿门。啊，就是释放以后容易，但是犯罪是很容易的，好吗？好，把荣耀归给耶稣，我是。